相片，想起孙仔甲囝儿，当时都转来看伊，风风雨雨孙来秋去，点点滴滴是记忆，故乡的生活已关系，若要欢喜上好有你。是阮饭店的大股东，有讲有笑，使目买，买啊，佫予人带出场。阿姨，请你讲话较尊重的哦。我讲的拢是老实话啦，敢讲你嘛实实公当的。伊退休了后，两个人就做伙离开饭店，安尼毋是带出场好事情？哦，以身相许。你莫想超过哦，请你莫讲话侮辱阮妈妈。无影无假的代志，你讲的敢真的嘞？你有免到遮尔大声啦？有还是无？你袂顶嘛就知影啦。你即马跟我遮尔大声，只会当证明一项代志：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就是有你出来查某囝，伫咧诱拐家亮，才会使容易霸占阮家的财产。谁叫你今日硬安尼讲话啊？安怎？你敢要替伊讲话啊？了？妈，我甲伊讲，阿姨，我唔是为着恁家的财产叫有家亮的，阮妈嘛唔是你讲的迄种。看到好野人和青青菜菜的查某人，你要侮辱我谁在你？啊，不过我不准你侮辱我妈妈。江豪，什么人温准你？哈？你用跟你阿姨遐大声讲话哦？为难啊？啊，你唔是有甲我讲？你讲钱唔真信用你啊？讲你这大家足够假新妇的啊？嘛，甲恁新妇小念一下，大细爱分，哪会用甲阿姨讲话遐大声？妈，我睡觉。坐，再讲。嗯。阿母，你拄则嘛有听到江浩对我咧大细声啊？吼。有啊，哪会当无听的？你是咱家的第一女高音，我顶吼都听你足大声的啊。啊，是讲你足贤的呢？你比慧兰较贤教，你搁教一个第二女高音。哦，江豪甲你两个吼斗大声的，听落敢若袂歹，我落来听看卖啊。啊，你的意思毋就是讲，江豪伊是有样看样，无样就家己想。所以吼，是大人做啥物样，这是最重要的，这叫做身教。实教，其实吼，你甲你讲话足简单，迄是因袂晓讲。你教我甲你讲，我先问你啊吼。嘉明交迄个女朋友，伊妈妈会当讲看，小金小姐我真喜欢，我相信讲你嘛足喜欢，你有希望嘉明去甲迄个小金小姐娶你妈妈？嗯，对啊，你的希望是甲我同款的，所以呢，如果嘉明若娶一个新妇入来，这查某囡仔人看了喜欢，伊逐项拢真好，不见得因家的人都逐项拢真好。结婚绝对不是两个人的代志，是两个家庭的组合。翁仔某爱好，亲戚五十，朋友六十，嘛都爱有话讲。啊，就算无话讲，嘛袂用母甲歹面相看。如果若是讲小可代志吼，就要安尼面相变变，啊来大细声来扣音，安尼都唔通做亲戚。
搁再讲一句，那是佳明娶某，啊，你若较歹运的，拄啊小金因家的人吼，有出一挂迄啰真话，也是你不如意的长辈，安尼歹做，人哪敢嫁入来咱家哦？搁更加重要的是一步，你搁一个查某囝呢？查某囝后摆要嫁出门的呢，咱的查某囝领导会得人疼无？唔是干那伊的作为尔，咱麻烦，所以加淡薄啊量好人啦。做量好人，就是做好好家己。后摆咱的后生、咱的查某囝、我的孙、我的查某孙，能多一个好姻缘，找到一门好亲戚，交到一家伙会开的诶好亲戚，大家融合安尼对不？阿母，我知影你的意思。那呢，我就回来我的房间，好好反省一下。乖哈、哦。这样好啊。你妈妈吼、哦。甲恁阿姨到底唔知是发生啥物款冲突，啊奈母家安尼印象大家遮歹，这我拢唔知影啦，啊嘛无清楚啦。啊是讲不管是安怎样吼，就是互相拢袂用个扣分，不要紧。有阿妈伫咧，你免惊。无安尼啦，你约一工啊，甲你妈妈讲，我请青姆，你甲讲阿妈要请伊食饭，我当面吼，甲回一下实礼。不免啊！哎呦，莫哭莫哭，我唔敢咧，不要哭哦。你唔免，我有需要啊，因为我有需要，互你妈妈知影讲，你入来阮的门是要互阮笑的。我有咧甲你听，你有受着啥物委屈？你有一个靠山伫咧，对不？啊，来互安心一下，啊嘛，大家联络一下感情，熟悉一下。你嘛无希望你妈妈。会烦恼讲这查某囝出去外面被欺负，安尼敢是做人囝儿是谁起工？听妈话，哈，邀请妈妈来出来吃饭。妈妈，妈，多谢。我真好，你免烦恼我。啊对啊，佳亮，我妈已经为日本回来啊，伊来过咱家，大家拢见过面啊，阿妈佮我妈拢真欢迎伊。嗯，那就是讲阿姨并无欢迎恁妈。无啊，妈讲佮要带伊去食饭。哦，那你就好啊。还是讲无伫个，阿姨敢有找你的麻烦？无啦。阿姨无甲我刁难啊！无，感情是嘞，还听你讲话口气怪怪啊！我着就想你啊！好啦，我这代志吼处理好，我就随转去。你莫伤忝哦，身体还够好哦。嗯，我知。好，阿婆先安尼，老婆，拜拜。拜拜。家豪，妈。你就在来跟家人讲电话哦。嗯。你那伊讲话就是安尼啦，麦克你心肝来，不得真艰苦哦。嗯。有当阵我嘛是个气噶，啊不过我那想袂开，啊困袂落去，啊人嘛是困啊真里面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所以讲吼。你莫甲伊话记了了，甲放我袂记，嗯？我知啦，妈。其实阿姨要讲我啥，我真正无要紧。啊，不过我就是无多听学讲妈的歹话。我知影啦。啊，你拄只甲家亮讲完电话，心情有较好无？有啦。妈，你放心，我无甲家亮打阿姨的代志。我相信你啊。啊，不过让你受委屈啦。佳亮哦，会当娶到你这尼啊好的媳妇，实在是真感谢天公伯啊！妈来是要跟你讲，以后阿姨若是去为难你，
卖甲因出因进，阿妈干妈会替你出气。尤其是今妈你妈妈来啊，安尼你会互你妈妈烦恼哩。好，我知啊。好啦，较早困呢。嗯。晚安，早安。多谢议员啦，今天来做免费的法律咨询啦。阮家扶中心啦，有足侪家庭哦，需要这方面的咨询啦。啊，多谢议员你的帮助嘞，真正足感谢的。我本来就是读法律的啦，只是转换跑道从政尔。我会提出我的专业，甲大家斗相共的。还有啥物需要我斗相共的？议员，啊，你要做好代志，免让人减我一分。我之前咧消防队拍火，我就定听阮小妹讲哦，家扶中心遮有需要啥物斗三工的，我都无时间，无得过来。我即嘛有时间啊，敢免算我一个。当然嘛是欢迎。我看你根本就是爱香水，想要搞两条条咧才来。少囡仔讲这话讲袂歹势，点条条你是食的哦。今日我才来啊吼，啊看有啥物需要我斗三工的，我是要跑腿啊，还是赶错档的拢用的。安尼拄啊好啦，我有订一挂甜汤哦，要请大家吃，麻烦你替我提。好，无问题，这交我了。那你还没退回去，我等解到关。袂用的呢，医生有交代，讲你袂用管粗重的物件，叫我交我对无？那呢，请问有啥物我用得做？档案室啊，有一挂资料啊，拢是足久以前的资料啊，需要整理。整理了吼，啊，甲输入电脑，然后做数位化的管理。这你敢有法度斗相共？没问题啊，等我晓，我来处理。啊，多谢你。李婉啊，啊，你是订多少间诶？李佳啦，你来讲我订的多少间啊？好，我先把水来关，好。小王，你找安小姐去档案室。好，安小姐，不是那个。哦，他叫结婚资料。资料找出来毁掉，啊！若无，若是叫蔡芳平发现，我得别扛啊！十几年来，资料拢无用电脑建档。我的运气哪会这么歹啊？想不来，来多好是安晨曦。对啊，分人手哦，实在是无够。这资料吼，还是会使输掉来，对，会使搁较省空间啦，做代志哦，搁较有效率啦。啊，顶管这资料吼较旧，啊头前这 A 到 E 吼，这资料是今嘛搁要辅导案件，这要先提出来做证明。喂，哎，好，我随过，我出去淡薄代志，搁随转来。好，谢谢。A 到 E 爱心建档，那你就比较开心。照这个本事，安晨曦一定看到我的资料，是要安怎啊？
我这边吹手。那也吹得好。万一等一下再不动，就会看到我是安怎。谢谢，来来来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议员丁正英的甜点哦，最好吃的。哦，谢谢议员，谢谢，免客气啊。一两只，一两只，够我，啊够我，好，够我，够我。议员，阿小安呢？我叫你过来吃。你的档案室啦。哦。那我差一大一笔啊。那我差一大一笔的。哎，嘿，不是档案室，阿那都会啊。档案室，小一点来宾呢？哎，资料全部收了了，就永远无人知影家己的真相。我嘛唔免惊安石死的身份曝光，我会替伊压住。我起来走。苏珊，够了，爱看英雄。好，进来，进来。小赖，小赖，小赖，别追。不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啊，我看来是已经手术啦，医生讲上大腿动脉，啊，那真严重。啊，那也安尼啦。啊，你是卖烦恼啦，医生卖急救啦，有代志啦，还是这样。惨啊！无为那真正安怎？计工作的计划就是歹去，无为我的弟，我甲卢林嘛袂当死偌底错个。是噶，因为阿富贵生活不拢乌有去啊！天公伯啊，拜托你，一定要维维平安无代志，拜托，拜托。杨俊啊，你免烦恼啦，不管安怎，我一定甲维维救回来啦。妈，是噶，维维呐，真正无得救回来。啊，如林呢？这世人都无妈妈，是要安怎？阮查某囝即摆安怎？因为小妹过侪，伊即摆需要输血。啊，那来拜托你，来去关心家己输血啦。即摆问题是阮病院的血库的血无够，我有去调，但是恐惊也袂有哦。啊，无关我的血啦。爸，是卖急啦。啊，即摆唔来维维血型啦，而且恁两在下面，搁再讲，袂使进行输血啦。患者的血型是 A 型，很牛，敢有其他人是 A 型的 ？A 型的。
啊，画画血型也是 A 型的啦。哎，啊，不是谁，我 A 型。啊，你等我来。我虽然平时性格甲画画袂合，但不过在关键的时阵，性格愿意出手帮忙，这都是一家人啦。我跟陆林以后生活都要靠你啊！小恩啊，你是卖易经呢？我看咱来便宜做检查较妥当。是啦，看你安尼，我真正足烦恼的呢。看无代志啦，你唔免烦恼啦，我休困一下就好啊。我看你面色无够好看，也是来朋友啦。我就是因为带伊带伤久，唔才面色才歹看。拜托你啊，莫甲我送入去病院好不好？我家己身体我了解，无代志啦。好啦好啦，我莫甲你勉强。但无你若倒位还无爽快，一定爱讲我。Yes, sir. 是杜五月，是啊，切除几十米，病人已经无代志啊。等下麻醉退了后，就当转成一般病房。哦，医生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医生，多谢你，多谢你救我，惊多谢。这是我应该，安尼我先入来。叠加服中心大过，是啊，温小梅就是杜伟伟的辅导员啊。阿贤啊，有啥问题？无啦，我拄好看到伊的资料。哦，我是杜伟伟的妈妈王琼芝，因为饲袂起囡仔，所以一年前把囡仔放伫家扶中心。多谢恁替我照顾我的囡仔，以后我一定有机会会好好报答你。叫做王美珠，那对啊，我嘛感觉有问题啊。王琼芝，这张片那个信息调出来资料写的同款，那谁那不是王美珠？你来看看这领钻石吗？无啦。虽然之前偷偷帮维维量 DNA， 啊，不过已经确定有血缘关系啊。因妈妈的名竟然倒袂起，这一定不对。喂，赖信。伫病院，哦，好好好，咱保持联络。杜伟现在啊，伊出车祸啦，啊，不过已经手术好啊，即马等伊精神。嗯、杜伟伟这人就是，若无伊踢一下地方的哦，我看伊是袂改变。点啊时间嘞，咱即马直接弄入去，甲黄雄拆破面，安尼毋是会阻碍着子欣的计划。子欣为啥个即马完全拢无消息？我传讯息回伊，伊嘛无回，我烦恼已经发生代志。
定是跟我改通的。嗯，人客来啊，我茶嘛拄啊好泡好，啊唔紧请人客入来啉茶。文秋，子信人，你要唱碟的。你看啦，我老公江台通无这么好骗，你输啊哦，后摆换你请我饮酒啊。通哥，拢找无人。小姑丈，你找我哦？所以进行一通简讯，是你跳过法院，卖将你冲崩嘛？放心啦，杨子信这么人好好，无代志。你若是想要爱伊平安倒转去，给我看到你的心。洪枪，你想要安怎？刚当的这么巧，那也不知道我是要怎样。好了，我直接说，我爱你龙泽饭店的高和。我送你这个不成囝一句话啦，你困罔困，卖孝顺。是不是我在孝顺？你先看过我手机啊里底画面，才有决定。你对子欣安怎？我无对伊安怎啊，我只是予伊食一块帮助睡眠的物件，放心，我甲伊当作公主同款的哄胎。你若爱伊平安倒转去，就甲你龙泽饭店股份让渡书签签的摕给我。这对伊来讲应该是无偌困难嘛，费力这物件你嘛签惯是啦，敢毋是？那是我唔对。安尼我只好予伊继续困，我会予伊变作睡美人，一定爱我这个王子回去，而且会清醒。你会当转去哪考虑啦？无啥。江来通，我告诉你，唔通想空想胖，想要变一块有诶无诶出头。阿伯，我会换一副棺材，让杨子欣继续过。请来，我给你。是讲亲家啊，你唔通遐尔啊客气啦！啊，恁平常时出来哦，拢食到遮洗衫哦。是你唔甘嫌啦，你若介意哦，真欢迎你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的意思是讲哦，日本大惯习啊，啊，拢食一寡乌链啊、苏丁寿汤啊，啊，足久无食到这台湾味啊呢。啊，想讲哦，这台湾味真正足好食。啊，才像迄讲啦，我请细汉亲母去食饭的时阵哦，伊点的迄菜哦，哦嘛真正足好食呢。啊，阮两个食剩的哦，我包转去哦，食几啊顿的。免钱的，这个嘛好食。是啊是啊，唔是啊唔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有恁今日出到遮尔啊吹哨着，就多谢你。无啦，亲嘛，实在讲哦，是阮较歹势啦。就算讲进前学校教你哦，有发生一寡代志，人家无爽爽快，要唔过我嘛袂当互你摆到安尼请学校啊。所以今日这顿哦，算是
我们心中哦，现在开始新的人，我希望你哦，能多多包涵，别见怪。陈姐，你唔通安尼讲啦，啊，我讲哦，拄着因，我条阵讲因两个是亲姊妹啊，是我较歹势啦，啊，就想讲过去甲伊讲些道理的，啊，哪会知影讲哦，因是大母细姨，啊，等到是我较歹势，我较失礼啦。哎呀，哟，啊，雄雄袂记，袂用讲大母细姨吼。应该讲大房二房啦，陈姐，你做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甲细汉亲母计较的啦。哦，那呢，多谢你的体谅嘞。你唔通安尼讲啦，因为我就了解吼，这做细爷心情呢，你看啦，这细爷吼袂用咧补户口啊，啊嘛袂用咧分着财产啊，无你甲佫烦恼讲吼，唔知死狗会叫人呼出去无？你讲我安尼讲对吧？妈，你安尼讲足无礼貌的呢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啊，无问亲家妈好啊。哎，亲家妈，你讲我安尼讲对无？亲妈，阮家拢无迄啰付出去甲分财产的问题啦。好对哦，你看我嘛是安尼想啊。哎。恁家的人拢对你袂歹呢，啊无叫你吼，都爱洗衫做饭啊，看厝内呢。是啊，同款的意思嘛，所以你会当放心。江豪姐姐吼，嫁入来阮家，太母嘛同款，互伊手不动三步，脚踏手踏，唔免乱走脚，绝对吼足享受的。对对对，啊，这讲到我的查囝哦。是讲，阮江豪起来恁家，敢有啥物所在去得罪着恁哈？没啦没啦，江豪真乖真优秀，大家拢做介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阮查囝吼，伊真好斗阵呐，啊，伊个个性吼有较戆直啊，要讲哦，伊食好嘴，佫好吵架呢。啊，而且哦，啊，恁干妈伊可能嘛是听无啊，啊，你看我这做妈妈的人，你就知影啦。对啦，恁母阿囝两个人哦，拢足好斗阵呢。嘿啦嘿啦，对啦对啦，所以哦，你唔通想讲哦，这生意无好做啦。哦，歹势，我阁讲唔对啊，是二房啦。亲，阮今日请你来食这顿哦，是为着要让阮阿母放心啦。啊，你安尼哪食饭哪搞洗面，我惊阮阿母哦会坐袂了哦。妈，好啊啦，紧食饭啦。我来洗手间姐。亲家啊，啊，我拄个是不是你啊细汉亲无欢喜，所以伊要去变数？没啦没啦，拄好呢，你莫有白想吼，不是咱代志。啊，食饭食饭，免客气，食食。想真正够歹看，歹到底。哇，恁家水果哦，真正足好食的呢。啊，亲家亲家嘛，亲，今日互恁招待到这下尔澎湃着，真正足多谢呢。哪会搁咧说多谢啦？啊，都甲你讲共一家伙人啊，都唔免客气。我阁希望讲吼，后摆你较接来咧。今日讲今日这顿饭，唔知食了你有满意无？那招待不周，你就原谅咧。袂啦袂啦，真好真好啊！是啦，亲妈，为了你较接来咧，听你讲话哦，真正真趣味。我们出来点哦，安尼嘛较热闹。好好好好，我一定会定定来。哎，你有看到我一卡伸着手指无哈？手指放电，
啊，你是不是拔起来放伫个袋里袂记？嗯，我平常时后背放一粒就找着安尼。啊，今日就拄啊好有人起来，都找袂着啊。人客，你是在讲我？亲，你嘛唔通对号入座。啊，不过你若是做贼心虚，家己买心灵，我都无法度啊。撒娇啊！你哪肯甲秦姆讲这个话啦？阿母，我也无讲伊安怎啦。啊，伊是人客，伊甲我问话，我唔都爱应。好啦，雪娇，原说是你袂记囥你倒啊，用只找我。啊，无用的啦，亲家。迄手指哦，一定爱即马找看卖啊啦。啊无，我若是转去，袂输敢真正是我摕的。秦姆，我自头到尾哦，拢无讲是你摕的呢。你莫想遐尔济啦。嗯，无用的啦，我一定要把手指找出来啦。但我这个人吼，上注重人格问题啊，我嘛足惜我的面底皮的呢。啊，无把手指找着吼，我袂输敢我真正做贼啦同款。我爱找看卖，找看卖。啊，行，唔拍算啦，你迄卡稍夹者，我找看妈放伊下卡有无吼？袂用的啦，妈，袂当叫我带你个卡夹起，安就歹看。无啦，迄手指一定爱找着，无你甲我倒找啦。行，免啦，免遮麻烦啦。袂用的啦，一定爱找看妈手指到底落去倒位啦。妈，你起来，你莫拍咧啦。我下过手指一定爱找着的啦。行，安尼啦，我来厨房看卖，无得卡是落伫遐啦，吼。好，你莫安尼。对，有可能落去厨房。唔对，拄啊细汉前唔吼，敢那有去便所，啊，敢会那个便所？啊，嘉豪，你跟我走过来去找。阿妈一卡手指啊，囝尔，照看你的手指，唔差要几百块，敢有差到迄卡哟？一定爱不甲遮歹看。但我也无讲伊啥啦。啊！你感觉你讲安尼还佫无够歹听呀？好，拢我唔对，好不好？本来就你唔对啊！你讲你阴妈的话啊，啊手指碰起就准拄煞嘛，我佫买一个给你就好啊。嗯，伊较无同款呢，那是咱拄啊实在时阵你送我呀，啊是好未？啊，佮你讲也袂煞呀。我伫厨房呢，哼，当然嘛无，你唔拄啊去亲门那底啊找看门啊看有无？洗手洗到手指，大家拢唔知影。啊，唔讲拢睡无啊。今日是咱落去水讲。江浩啊，你唔是叫我莫拍个找，你家己安尼拍个找。妈，我要听阿水讲啦。找阿久是找有无哈？啊，无你是咧找手指，还是咧拆厝啊？所以讲无听落，你若知手指有倒要来顶无？姐，我来找就好啦。啊，让你安尼找就歹势。无要紧啦，手指一定该找着啦。阿姨，你拄仔日洗手间敢有洗手啊？当然嘛有啊。安怎？你拢唔免洗手的啊？我是讲你手指有拔落来无？有啊。我都放在家。找啊啦，绝对找无的啦。唔知去看啥，那底下找才找着。手指哦，真搞怪，这你爱有袂做？物件都找到好啊啦，莫阁讲。石桥啊，物件找到啊。
有需要甲饲饮哦，过节洗底才会用的。免啦。先请母是贵妇呢，啊，贵妇都是贵人呐、啊，你无听人在讲，贵人多忘事啊。妈，安尼你买当倒做伙，迄好听话安那讲吼，拢有法都倒起来。你有看，人请母的巴掌遐看到，就会当讲唔免回事的，啊，你煞点点坐咧，就小表示一下。请母。拍谁啊？亲妈，今日你来吼，阿妈唔知影讲哪有这侪小误会，是讲不要紧啦，人讲不大不相识，对不？总讲一句圆满就好啊，阿物件嘛找到啊，对你较拍谁，你都唔好放喺心肝，人家过来啊。好啊。哎，是讲吼，我后一阵来的时阵哦，哎，细汉亲，啊，你遐吼，脚链、手链啊，破链、手指吼，你都爱挂好哦，唔通搁断去啊啦。你放心啦，后盖吼，我若知影你要来，我会把我的手指啊、破链拢收好。哈哈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我来吼嘛较自在啦。亲妈，来了，吃鸡翅啦。老公，啥？老妹，你终身精神病安无代志啊？你敢知影？你是我甲卢林在这世间上界重要人。你若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叫阮两爿安怎活啦？微微，你拄只来飞吼，拢是信义关的，是去救你的。啊，姐夫，多谢你呢。唔免客气啦，大家一家伙啊！啊，是讲你个姐夫昨天附近出车祸啊，方便嘛多伫遐呢。是哦，我唔知影迄附近是毋是有姐夫中心，啊，我就甲阮朋友约要去踅街，啊，逛咧逛咧，就去互车撞着。爸，是的啦，是我家己无细意才会受伤的。车主哦，伊家己去警方头以后主动去报案。伊讲是伊家己无设置的，到时吼，你去警方里头啦，做一下笔录就好了。嗯。要啦，微微，有一件代志我真正想袂晓的。我是迷信的，咪可嘛迷信的。啊，你那也信的。啊，我问何叔公，是不是有验唔到？何叔公无啊。爸。是你记唔对啦，妈也是 A 型的呢。别那个啦 ，A 三只旧的身份证顶头，弄印每张只血型的，啊，美国是 B 型的，无唔对啊。其实哦，妈妈因为这困扰足久的，啊，不过伊后来去验，确实是 A 型的。啊，病医讲哦，可能是伊拄出事尔，就去验，啊，迄新生活拄出事的验血哦。有时阵会袂准啊，就参像即马宝宝，得过半年了后，伊才会当验吗？啊，较早的人哪会知影遮啊？所以哦，真侪人拢用唔知影家己的血型安尼过一世啦。我唔捌生过囡仔，我真是唔知影啦。是啊，爸，啊无你会当去问医生啊。不要紧啦，这个感谢哦，信义哦，管遐一个会费啊，应无用啦。刘阿妹啦，你身躯啊拢臭味大味啊。家福中心用用火烧啦，啊，不过消防队有赶到位，赶快拍花去啦。哦。后来我留伫遐整理资料，唔才有分到这边，到今麦才来。姐姐，你讲家福中心火烧，啊，敢有人受伤啊？好佳哉，无人受伤啦。啊，不过小安哦，被关伫个内底，赵庆头佮救出来啦。哦，啊，今日是安怎？那遐尼侪意外啦。我看，啊，来去庙行行哦，小姐解一下。李红军啊，啊，恁妈妈啊对这毋是足敖的，我看对来甲我帮忙者。哦，
先打电话，继续讲。唔免啦，有这届无这届拢无重要啦。我伫咧家福中心整理资料时阵，有看到这個。喂喂，恁妈妈唔是叫做王美珠，啊，不过家福中心的资料是写王琼芝。这笔账跟美国无同款啊！喂喂，王庆基是啥？王庆基是啥？敢会当借我看一下？哇，伊唔是阮妈啦，伊是阮妈的朋友，算起来嘛是我临时的养母。啊！我妈迄当阵有一段时间因为工课，无法度照顾我，把我送去因家啦。啊，不过这个人哦，伊真正足过分的呢。受我妈的饲料哦，煞把我带去家福中心。好佳哉，后来我妈佫有找到我，所以我嘛住伫家福中心一阵仔啦。干嘛呢？啊，不过你应征的资料，唔是写王琼芝，是写你妈。那是当然的啊，我跟伊相处无外久，伊就把我送走啊。迄当阵，我妈足生气，啊，不过妈人真正足好，不过伊遗弃。后来，阮就无联络啊。啊，我嘛照顾阮妈，照顾伊到过身。啊，亲像伊即马是生还是死，我根本都唔知影。亲像这款的人，伊对我做迄种代志，我哪可能会下伊啊？那雄雄，我讲到这件代志，你不是用过爸爸跟伟伟 DNA， 那就证明伟伟百分之百是错解子孙啊。嗯，阿姐，你知这代志？其实我跟伟伟早就知影，无想要讲哦，是惊伤感情。你讲哦，你来阮房间的时阵，伟伟讲热热啊，互人叮当过，我就咧要讲哦，一定是恁要提个检体，甲爸爸做比对。啊，我讲哦，要主动问恁啊，我讲卖啦，为着大家好咯啵，互恁去验啦，啊验出结果，恁嘛较安心，可可想袂到，想袂到过遮尼久啊，我想讲爸拢无讲，结果应该是无唔对，其实恁去验 DNA， 我就欢喜，因为安尼我嘛会当百分之百会当确定讲。一定你就是我的亲生爸爸，只是想袂到姐姐你还搁咧怀疑，只要看到奇怪的资料，就感觉我有问题。姐姐，是你啦，我你无法度信任我，一定是我对你做无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反省，互你信任我。老娘，你即马人搁咧艰苦，卖想遐济啊。世间代志百百种，只要你莫对不起家己的良心就好。不是啦，微微，啊，方平甲信基哦，因有疑问哦，直接问，唔是针对什么人，你莫胡白想啦。爸，这我拢知啦，我以后开铺话袂听，还着囡仔打生出来尔，所以情绪较不稳定，真放心，我以后甲安慰。爸，你嘛等几工啊？啊，这阵哦，在家福中心啊，到三工救火，我想嘛真忝啊，您先看。好啦，我先回去，我微微休困。爸，行啦。叫阮惊死！拄仔心中真正差点要掉去，无彩啊！无彩，我无性命危险去放火，结果啥物拢烧着，但是上重要物件无烧着。放心啦，你拄仔学较真水，不过在方平哦，嘴拢读起。不过这以后咱嘛是要注意呢，尤其这安晨曦还阁活跳跳，对咱是一个危险。
做小警察的。喂喂，你变巧哦！想袂到你搁知影，甲你过去的资料毁掉，互蔡家的人想要查，嘛无任何的资料通好比对。你讲微微受伤哦，算是衰啊。是讲蔡家的人已经开始怀疑微微血型，还佮伊妈妈的命。虽然目前哦，拢熬会过。 啊，不过伊若继续开始怀疑微微，先做出现伫家族中心的附近，迄就麻烦。就这样，这个代志修炼完，路不如大康，安尼以后就歹报了。谁爱伫遐附近受伤？你只要讲是拄好经过，无需要特别解释。我知啦，啊，不过蔡警官，你敢若有伫怀疑呢？而且我即条海菜到底也是因为这件代志继续查是安怎？查是一定会查的。 啊，不过即马无证据也无资料，卖家己迄件代志。趁你即马受伤坐轮椅，加向蔡信息，讨一寡事啊，好好发挥你的考虑。好啦，您放心啦，有啥问题我会替你安排。我先来走，我会主动跟你联络。 老公啊，我去有迄车龙哦，规阵去有要散去啊！你时阵哦，知影这个消息啊，应该叫伊去做才对。即摆工作拢上完啊，嘛好佳在是去受伤，才会当用考虑结果创新体，佫较唔甘味啊！你即个受伤哦，伤了有价值嘞。嗯。咱等下白帮阿麦出来收骨。嗯。 惨啊！拄则甲周小青讲话对着，唔知有去有妈听到无？张永俊，恁某即马出车祸，人无爽快，我都暂时卖甲伊计较。啊，毋过你，甲我归来。妈，我误会啦，你听我解释，阮是不得已的。什么叫不得已啊？恁干那无要安尼做，是谁有在代表你啊？哈，规工假，毋敢那想空想胖，想要佚佗，真正头拢无要做。 跟你几条鬼啦，讲讲话做要创啥？嘿，老公，妈，代志拢已经到这来啊，我娘子怎么是无法度的啊？嘿啦，当然嘛无法度，啊，就去互车撞着嘛，人无爽快嘛，想要哪顾囡仔？安怎？即马警告你，又把囡仔拢带互我？无啊，你到底是安怎做人妈妈的哈？ 啊！囡仔生生真正拢跩啊，带好这大家就对啊啦，这么责任感都无。啊，够你啦，张永俊，万几年啊哈，足无简单，才五万的这个后生呢哈，拢无要甲照顾，两阿母带着一工到唔着外口咧佚佗，你总是看人，我今仔若要你小弟哦，我才甲你讲声啦。哎妈，我这样唔对啊，你甲我爸你手会疼啦，我改生我家己啊。 我来跟咱两个俩。好。哎，老公，以后咱较注意，咱个妈生气啊。我头壳像王主管安尼，一定找我等去病房休困啊。头壳，头壳，嗯。妈，我出去等病房了。嘿，这两个真奇怪哦。 你现在跟遐尔着急要走，失败一定贵。起来啊！
别这么紧张，请你吃苹果而已啦。你若不爱吃塑料球，我自己吃。你讲我唔对啊？林小姑丈确实是一个经理的，今嘛我就等伊摕龙泽饭店的股份来甲你换转去。听讲正经伊搬落来，嘛是你救的嘛？我安尼做是给伊一个报恩的机会。我小姑丈无骗你讲，王强，你用骗的，用余下来的钱哦，总有一天我小姑丈会吐转去。江子欣，正经含你无笑，我唔知影你骂人声音才好听呢。继续嘛。困遮久，精神啊？文昌啊，你嘛真正无依无属呢。啊，苹果家己食，你嘛请人客食者啊。我有请伊食，是伊家己买的啊。可能是公主病有起床气啦。有起床气哦，安尼你得继续伫即顶有网大公主床顶头继续。文章，我交代下骹手人啊。附近有任何的动静，来随回来给我报告。有听到无？乖小公主，你要乖乖在家继续做你的睡美人，莫学白走哈。子欣，我要来找恁老的泡茶。哎，啊，你去找恁老的是要创啊？我甲伊干无款的官司还袂煞，所以你搁要上诉？我看这个官司哪个拍落，对你较不利呢？而且你即摆已经有大通集团啊，免阁甲伊过去。你唔通看恁老的无，伊的财产加起来。无输江大通哦，而且咱即摆海港城嘛需要资金，我当然爱伊搞到三江啊。我已经无耐心啊，我要来找伊理论。阿诺啊，官司拍输要过来找麻烦，你直接讲，你到底要安怎？我无想要甲你浪费时间。未歹呢，哇，老伙啊，食到这回，讲话阁这么有元气，真好。是讲啊，你唔知啊，阁会当冻偌久呢？是一年、两年，还是一两个月呢？老伙计，你莫猜这唔吃紧啊，反正哦，幼幼金乌钱官司咱已拍赢啊，唔免今日变鬼变怪。今嘛你莫先出去啦！我甲阮老伙讲话，你这个外人是插什么嘴？站边去！你不是外人，你才是外人。你在我的心目中，比一个欺负人更加不如。这话是你讲的哦，你就唔通后悔。我无什么通啊后悔，你歹事做尽，咱早就切断爸仔囝关系。小鸡才是我的亲人，你若敢夹到伊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无老精明，我也无需要跟你加讲了。一句话。把你的财产一半给我，我就会放弃上诉，把幼幼的监护权让你。不可能，就算讲你上诉，法官也会把幼幼的监护权判给我。你要小心，我威胁我。我不是在威胁你，我是在提醒你。你若坚持不让步，最后艰苦的人可能会是幼幼哦。我讲你。你若敢夹到悠悠，你这条命我一定给你收起来。莫安尼夹袂着，使路满撇。
我惊呢，你这样拍，我敢对悠悠啦。我只是烦恼你甲苍起来，会影响到伊的身心健康。卖讲我也唔甘，社会大众嘛无法度接受。啊，无你是想要安怎？你讲我清楚。今日发英雄麻烦啊啦，我拍算发布消息，让所有的媒体记者拢来关心悠悠的监护权。 当当一个大立委，无人家己的后生，搁将家己外孙藏起来，这个新闻绝对有够大条。到时阵，全部的记者，还佫会网络乡民，拢会来肉搜悠悠。唉，安尼悠悠就可怜啊！伊过童年生活，拢会毁在你这个阿公的手头呢。你若敢安尼做？ 试看卖咧，歹势啦！你即摆咧讲已经上班了咧，消息我已经发出去。和尚穿苍上塔塔滑。你送啥哩？歹势，紧嘞，冲脱泡开锁紧。卖伫遐假好衰啦！假好衰。 你敢若误会款哦，我讲歹势是对天公伯啊，讲歹势，无采这汤啊，安尼吃吃毒哦。啊，我讲冲脱泡盖爽是甲你冲甲脱皮起水泡，安尼我盖爽。你，哎，啊，你又该冲啥哩？哎，你莫当只高腰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哦，我是看你互汤烫着，赶紧摕冷水甲你急救。恁这两个大世纪啊，搞会急。 阮两个是个安怎？甲你比起来吼，小巫见大巫啦。像你这种的，才是恶症。对阮大头家安尼，我话你讲，你惊倒，就叫人背水换啊。对袂，你是嘛？马上离开家，莫让大头家继续生气。是嘛？随到我离开，马上离开，走。老诶，我劝你唔通敬酒，唔食要食罚酒。明仔载我会开记者会，互全台湾人替我倒嘴悠悠。 你若无想要甲代志我大，上好是接受我的建议。为着钱嘛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你看我当是要怎办？你为着小想要夺我的财产，敢用这款卑鄙的手段，你真正无悔无目屎。你一定会有报应。莫讲甲遐歹听嘛，其实我也无偌贪心啊，我干阿爱你一半的财产尔呢。你的动作。 是支持你的后生实现海港城的梦想啦！这种话你也讲会出来，你是要搞笨手的啦！看你要安怎啦，做你来啦，阮无咧惊啦！今仔日哦，只是小菜一盘，若是阁继续乌白来，我甲大基绝对会甲你跟到就惨的。你即马马上离开家，随甲我离开，马上离开，走！ 这囝再找老爸，绝对无好代志。阿顺应该是关系拍输去也唔甘愿啦，用什么手段来为阿老爸？阿哥吴飞鸿嘛唔是简单的人物啦，伊总想办法，而且不是后生。啊，那咱只要把文昌发到对号条，看自己人去倒位，应该会救出，安尼是上要紧。 其实对于这种笨手，咱根本就无需要浪费这多时间去困难，直接甲好个处理掉，唔就好啊。会用啊，咱到现在不知道执行的人伫倒位，所以更加谨慎，咱先考虑到执行的人位置。老公，出来。
妈门窗一直在洗咯，唔知要变啥大哩？敢是知影咱伫后边？无可能啊！我专工叫少年去创一只，大家拢无实在，毋捌看过车，应该袂发现才对啊！前列车了过。出来，啊！伊车嘛是黄昌的车啊，哪会变安尼？文昌甲咱争啥？一个本事，真正是干强。看起来伊对咱早就咧提防。干哪个？坐车司机有好算无啊？你安尼甲阮创题，感觉真趣味，真好耍是？哦，你感觉无好耍哦？歹势啦，天气遐尼寒，搁予你老大人安尼四界爬爬走，还是讲你要来找我？我即摆正在食麻油鸡呢。哎，啊，我来袂记的，你着军装唔着人啊？你哦，食老目睭歹，啊，不我看做菜鸡。我这么缘投的人，你也对唔着？我看你等下哦，先来眼科挂号，看你的白内障好了啦。吴文昌，后摆真正无落票的久，我之前甲你讲过，你只要惹到我，你绝对无好日子通过。是我要做，甲唔做呢？所以你真正唔当白话，若唔相信，你真是用试看卖。好啊，我甲你还阁有通阁耍嘞，是讲你也免伫遐操蛋啦。正经我算长你的查某囝江倩倩，我即马人毋是共款好好，免甲我呛声，我毋想火加大。伊是天生笨手，真正毋知计较。你竟然到即马，佮阿公的倩倩，都因为你即句话，我一定予你付出代价。哥，我等下要陪妈去洗衣人，伊要买一块艺术品啦。甲朋友食饭，啊，你唔是拢带雪娇去？哦，是遐个老同学哦。啊，你应该带雪娇去啦，无伊拢讲你跟他带去食应酬饭。遐个朋友我拢真熟，连讲吼，我再打电话跟你开讲啦，吼。哎。一定哈，啊，等下我讲。哦，妈咪跟你讲电话，你稍等下吼。喂，嘿，妈妈啦，啊啦，要带慧兰去甲恁遐老朋友食饭了，真好啊。迄东冲的老朋友吼，遐拢是真情咧交陪，爱较接近 social 一下，对不？莫遐尼啊现实，有要讲生理才要甲人食饭。你过来就要退休啊呢，对不？啊，退休了后生活足无聊的呢，无几个啊志同道合、有同款兴趣的朋友，哎呦，迄日子是要哪过？我你讲，哎，不，你坐车转来食，吼，啊，我会甲我的新妇慧兰装哦，水水，甲恁某带出去，互恁的朋友看，看日子过了偌好、偌舒适嘞。放心，哎呦，我。免烦恼，我就是去逛逛艺人嘛，去看一挂艺术品嘛。啊，迄哇，见识哈尼啊悬的所在，去到遐，我高兴嘞。你是安那？妈妈无高兴哟，我稳的啦，放心啦。好啦好啦，你就车转来接人就对啊啦。嘿啦，就是这样的 ，OK， 拜拜啦，哈。妈，我哪会当和你家一人去逛艺人？啊，若是参与顶届去拄到迄抢皮包啊，啊，你叫我要哪？妈，这个任务交予我，我袂慢慢来。
我年轻力壮，能挑能扛。妹妹若是买物件，我会当倒挂；若是拄着歹人，我嘛会当相拍。对，我有姐姐就好啊。阮姐姐我尼啊厉害嘞，较早咧送快递，脚手不但紧，而且你搁会骑重机对无？嗯，嘿，危险的时阵，伊重机甲我载嘞，阮咻就都无去啊！伊是武神的呢，伊是文将呢。妹妹，那一人死了吼，心灵受到艺术的灌溉了，我带你来浸温泉，互你的身体嘛会当受着温泉的灌溉。你讲啥款？100分，就这么定了啊、哦、？OK， 哎、欸，小金哦，阿妈阿姨。阿母，你要跟这好做伙出去佚佗哦。吼，讲到这尔啊欢喜，阿姊，敢要做伙去哈？啊，无，恁大姊吼，伊有约出我老朋友要见面啦，阿姨惊伊个呀。敢那我跟江豪，我们来去逛艺廊，来去受艺术的熏陶。逛艺廊哦，嗯，哎呦，阿母你也无较早讲哎，小金哦，伊对艺术品就了解呢。而且因家的收藏品哦，拢伫咧增值哦。伊会敢讲足好诶，敢有需要伊甲你做伙去，互你一寡意见。真正哦，啊，不过小静，艺术品是看个人的喜好甲品味不同款。我是看欢喜的，看我喜欢的，我比较不重视啥物增值甲无增值啊。哎呀，钱都足侪啊，是要小家哟。阿妈，看艺术品当然看家己喜欢的啊。啊，不过若是会当增值，留互家己的子孙嘛是袂歹的。唔知阿妈，你较介意倒一款艺术啊？什么嘞？毕卡索啦吼，加比哦。就好出来要讲名呀，蒙娜丽莎啦。迄虽然真贵，不过我无啥兴趣，因为该买人拢买去呀嘛，对不？咱搁甲人唱嘛无意思，买来嘛无一定是真嘞。我吼较支持本土的，我感觉讲吼，本土一挂艺术家。你唔知咱台湾无简单呢，人才辈出，台湾是卧虎藏龙呢，哇塞，迄个艺术吼，哎呦太好嘞，而且是少年人有创意。嗯，阿妈，台湾确实有真侪真优秀的艺术家，嗯，不过我会当替介绍几个啊。你也捌咯？嗯。姐姐，你感觉嘞？当然好啊。我对艺术品哦一窍不通，我一个外人来给咱介绍，我买单趁机会学习啦。对对，人要有学习的精神。安尼，小金小姐，你今仔日就麻烦你哦，你敢讲袂歹哦吼，一定爱甲出一下主意嘞。嗯，好，无问题。嗯，我小金甲伊做伙去，都袂好将将好家己一个人伫阿母的面头前表现啦。小姐，你就厉害呢，来遐经艺术品，可能去建个温泉饭店嘛，就住死诶。阿妈有介意，迄是上重要呀。阿妈，你对遮建个艺术品哦，咱讲拢真好，我嘛认为真有收藏的价值哦。嗯，等我跟讲好，是你甲我介绍，哦，伊有一套啊咧，看物件准，介绍了搁清楚，唔知阁是你咧卖。我煞感觉讲，哎呦，无买敢就拍算诶，你是干咩？你是干咩？是讲我买物件哦，是我老人家讲我介意啦。啊，后摆吼，放咧吼，是要留互恁遮个少年，不要紧。后摆恁若无介意，也是讲家庭诶，因要换，恁甲卖卖掉，搁换新咧，吼。阿妈，恁若安尼讲啦，遐艺术品拢是你建的呢，对家民来讲意义无共，伊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其实今仔来哦，不是要来买什么艺术品啦，但我逐项嘛无欠，对无？迄个是假买，我是。跟来甲你加熟悉，啊，加了解，换一下感情嘞。小青，我发现吼，你确实无简单，头脑清楚，而且吼个性阁温顺。上重要是，竟然你甲塑胶相处，你讲的话塑胶会听嘞，这是真无简单嘞。我塑胶吼。刚刚呢，二东二西，不暂时战斗力一百，随时穿要跟人冤家。哎呦，我实在是对这无办法。那有你吼，大事都会加真好解决。你介意有适合做大家媳妇？阿姨
阿姨是真正对我足好诶，其实我嘛有直直苦劝伊，叫伊莫想伤济。嘉明拍拼，大家拢有看诶，阿嬷嘛最疼惜嘉明诶啊。所以哦，我是感觉阿姨无需要烦恼啦。你讲了对，嘉明嘛是我诶孙，我共款惜，共款疼。该好伊诶，我一项都袂减。不过煞叫伊就是无了解啊。你骹手都要紧，紧嫁入吧。 你若嫁入来吼，哎呦，阮家庭哦，伊就免一边要搁安排妈妈，啊，另外一边吼，要搁烦恼厝内底下好啊，袂好，对不？紧哦，哦，我嫁来做我的孙媳妇。哎，阿妈，你让我爽快哦！你从我生的时阵，每日来你又要提菜，我你敢想进第一家，我等来提啊？哎呦，他都还是这个。 搞快餐来过来呀，这么好啊，空气干净袂歹，进来边啊坐坐就好啊。好，嘿，别烦恼。好啦，好啦，嘿，好。三个包完，安尼再袂去干净。我准备去买下一个。 真好命哦，我真好命哦，敢那老婆爷。小金哦，若真正嫁入来，哇，安尼哦，我就两个真乖的孙媳妇，通啊甲我奉胎，代志足圆满的，过了我一个心愿，过来就存包包，包包的翁吼，我才偷偷甲捡，偷偷的订。 姐，嗯，我去帮忙接我。好啊。你比较轻松，我现在就可以拿到球。阿妈，当天你也话巧的嘞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 囡仔咧算过足古锥的呢，哎，兄弟感情真好。嘿，嘉亮甲嘉明细汉的时阵嘛是安尼生，拢急条条算做伙。不过即马大汉咯，即马只是想法无同尔，感情也是袂歹啊。而且嘉明嘛真甲嘉亮斗相共，阿妈。 喙齿拢去咬着喙齿啊！兄弟，我计正常好无？我想哦，伊两个应该是代志过着煞，袂相当伤心啦。我知你即摆在安慰我，啊，不过嘉亮先开始做总经理这件代志，嘉玲确实是心肝内有淡薄仔无爽快。迄时的背后有塑胶伫咧震动，你有啥物款办法？ 通让我塑胶变变，变着讲，我这做事大，我这做阿嬷的无大细心，我对嘉玲有另外的安排。嘉亮的专长是设计，嘉明是管理，想要紧的是，让伊两个人伫咧领域发挥。而且嘉亮也无钱要做总经理啊。 所以哦，上重要的是，让伊当各自发挥，这是对大家上好的。嘉亮，我要抢总经理。姐姐，你好奇怪诶，人别人诶某吼是替阿妹占位置，看会当占较大位诶无？结果你叫恁翁行咧看，真正有影甲人无共款。真正是妖怪假势力。 讲李嘉亮无做总经理嘛，我见，真正好，你真正足够假。我真正安尼想啊，虽然讲今仔即摆有较熟啦，啊，不过后边边那安排还是要看爸意思。恁爸，嗯，恁爸运筹帷幄，公司一向伊真清楚，囝是伊的，无人比伊较了解。
当然是经过恁爸爸的意思啊。伊即马对咱公司的业务是已经上手啊，绝对无甲伊换掉的哩。安排转来接手栽培家己的后生，这嘛是心肝内为伊所想的上好的安排，安尼你知影无？话讲到这尔好听，国公李家亮开始要做总经理，讲来讲去就是爱阿妈继续栽培李家亮，抬起家名。我若无替家名出一口气，要哪伊呢？阿妈，身体袂堪定啊吼！我去提药啊，你爷爷等我，顺便改造一下衫过来，我用早的心情啊吼。好，好来。这个药应该是在那底啊，那无，应该是在阿妈背包啊，那拢无，奇怪，出门的时候明明都有在啊，刚刚在底半路啊，柜台吗？这是六零三号房，你遐敢有黑鬼咧用的扩张剂？要是有医生无，阮才有白人黑鬼。文昌的心肝真正有够凶，伊想要做一遍，把我的花全部拢输给他。伊竟然爱我用龙泽饭店的股份去甲资金换转来。这个文昌囝哦，真正是足挑皮，咱绝对袂当顺伊。通哥，啊规气哦，我甲少年直接弄去伊啊，啊就算讲爱用抢的哦，都要甲资金救出来。问题咱根本唔知道。应该自信唱的都是要去倒位救伊。自信在我跑落海的时阵救我的性命，而且伊阁为着要替我甲文昌安华倒，家己去冒险。若是我无在条，甲伊救出来，我要安怎面对阮大舅啊？要安怎无伊一个交代？通哥，阿无，咱来去找赵信达，甲自信的状况哦，讲会知影。阿惠弟甲子欣交情嘛真好啊，阿伊搁踮伫黄立伟身躯边，阿因甲黄文昌的恩怨哦，搁带真重的啊。那请因哦，斗想办法，应该是有帮助啦。我来开门啦。哎，洪达，赵信达，阿阮才拄好讲着你啊，尔，来，今日要坐啦。好，多谢，谢谢，洪达。哎，信达，你坐，来，谢谢，坐下。阿强，你行，阿过来找我。是安尼啊，张德欢伊，柯尚甲黄文昌拍迄干部官的官司，啊，虽然法官原本就要判我柯尚，啊，不过刚当呢，你送个录音档案过来，洪大哥足甘心的，所以我今日即做来，是替柯尚甲你说多谢。你无说真遐客气啦，我甲文昌的恩怨顶顶塌塌，伊官司拍输啊。我嘛感觉真欢喜，所以你无需要为了这件代志甲我说多谢。黄文昌这届拍输，大家拢真欢喜。但不过，在我看江大的面色无够好着，我咧想讲是毋是啥代志？我毋知叫我小弟许多过来，看啥物需要往兄弟斗相共的无？新达，你目色真好，观察力确实嘛真强。通哥。归去哦，咱就甲子欣的代志讲明知影。干哪？
子欣姐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子欣去用枪抓去，啊，不过我唔知影伊到底用藏在什么所在。而且这文昌伊个要求，啊，我用龙泽饭店的股份去阿子欣换的。子欣目前的状况，我真正是足烦恼的。就是张家豪讲吼，伊婚礼迄天看到黄文昌掠走一个查某囡仔，啊，伊就过来想要救伊。迄个查某看到张家豪，竟然叫伊宜萱。舅舅伊刚讲的人，应该是子欣。我哪会带？这黄文昌，之前已经骗走你大同集团，什么今麦连饭店伊也买？以前有够笑他们啊！我听大家讲。又搞走去引流那边，那个威胁，叫伊交出财产，这可真有够不爽。感觉，我知影你今麦真烦恼子欣的安全，但不过你咧紧急的时阵，你都爱冷静，你千万唔通答应黄文昌的要求，像伊这种人，把面的软头青骨的。我知影，新达，你对这件代志有什么看法，还是什么建议？明仔载黄文昌。要开记者会，伊想要利用媒体继续报道悠悠的代志，来威胁柯尚。啊，我甲柯尚嘛作为出席对付黄文昌，只要刚当的你的公道，我嘛一定会替你讨论的。是的，哎，你着拿刚当的身躯边，随时配合刚当的。不定不安怎，一定要甲执行求断。无问题。刚啊，啊我这边有些消息，我会随时甲你保持联络。为着什么？等咱耐心等待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机会，把子欣救出来。阿伯，我先来走。好啦，进来，谢谢你。好啦。门将开。张大通，饭店股权的代志，你考虑了安怎？我要需要一点仔时间考虑。我已经无耐心了，明仔载就是最后期限。你明仔载下晡甲饭店的股权让渡出差，我会阁打电话给你，咱再阁约地点去。子欣，子欣这帮人啊，你放心，伊即马人好好无扣格，只要我摕到饭店的股权让渡书，我自然会互伊平安倒转去。时间真无济，得救子欣啊！一定要赶紧查出伊到底用藏在什么所在。我有一个办法。喂啊，你想是什么办法？孙新波，我阿妈即摆状况怎？伊即摆状况真严重，等下若是无法度，可能就要进行机械手术，请告诉你爱啥物手术同意书。机械手术，还遮尔严重，敢一定要做手术？这敢若是预防啦，即摆状况会安怎，阁毋知。签这个同意书，假使毋是一定要动手术的时阵，医生是别动手术的。正好。即卖现场只有你一个亲人啊，你一定要签，袂当阁丢丢啊！
卡斯状况紧急，真有可能需要气切。哈？江江好，我出门的时阵不是叫你炸药啊，你哪又搁碰见哈？你是安怎顾阿妈的啦？阿妈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你都背起哈？妈，我这黑骨吼到时发作，只要我都控制啊。是啊，阿姨，你莫讲马江好啊，这种代志啥嘛无法度预防。其实我嘛有责任啊，卡输我会当卡输伊就好啊。小金，这哪会当怪你？你甲阮阿母啊，无讲介话事啦，你根本就无了解伊身体状况啊。啊，不过正正好就无同款啊，伊逐天甲阮阿母哦是姐姐妹妹，姐姐妹妹叫到外亲嘞。你说全世界哦，都恁两个人感情上好啊啦。啊，结果嘞，即马发生代志，就讲我徛在遮，安尼敢有法度解决代志哦？雪娇，你来甲正好讲甲安尼啊？伊嘛是甲妈送来病院，奈讲伊无做代志啦。救护车是小金叫的呢，伊家药用胖根，叫伊转去摕，搁到伊慢慢仔熟。等伊来的时阵，阿母拢已经倒咧涂骹，这有做有做代志哦。那不是因为小金，咱即马都毋是咧手术室外口啊，是咧太平间外口等啊啦。学校，你是后壁讲啥？莫人好好伫遐，你啥物讲这种无吉利话？这个代志是意外。不是任何人的错啦，小金，多谢你啦。刚才那当阵你有叫救护车，今麦是想叫救护车，迄拢无意义。其实正好嘛有找人来斗相共。今麦上重要的是，阿妈会当平安无代志。你看，千金大小姐哦，处理代志就是安尼临危不乱啦。那是真的呀，我看以后阿妈哦，袂当交代乎你啊啦。我妈刚说动手术，董事长，大家妈好个在，去救后已经稳定啊，无需要动手术。小丹甲别人送去恢复室，单转 VIP 病房，恁就会再去看你啊。对啊，好个在无代志啊，阿妈无代志啊，莫想伤济哈。张航，卡带你先转去啦，阿妈互阮照顾就好啊。你回去好好甲我反省哦，雪娇，莫一直怪江豪啦。等你妈来精神，伊嘛要看江豪啊。安尼看无江豪，安尼敢好？那唔好，就是伊家药用啊胖健，阿母才会来遮呢。伊敢唔免反省啊哟？我啦，雪娇，妈平安无代志，上较重要啦。咱先去病房等，看妈的情形安怎，再去讲。莫伫遐大细声。好啦，爸妈 ，VIP 病房就伫迄边啦。行，咱个等阿妈。嗯，行啦。爸，请问，先生，你有没有何事啊？阿妈已经在 VIP 病房啊，那谁来看阿妈？没关系。等等，来看妈。我拄才因讲过啊，你无资格去看阿妈。雪娇，你哪会要安尼啦？你安尼欺负江豪，对你有啥物好处啊？就算讲江豪真正做唔着代志，伊也反省啊。伊甲阿妈感情遮尔好，你甲主动要去见阿妈，你敢毋是承认啊？我承认。伊甲阿母害阿送病院呢，是伊承认吧？你搁咧安慰伊，袂算伊才是受害者同款。啊，无即摆是安怎？有心无就不爱伫大家啊，毋？啊是讲你成功，大家无伫的以后，这间厝就你上大。雪娇，你讲话太超过啊！你妈，阿姨不要紧啦，阿妈无代志就好啊。恁大家入去看伊，我就放心啊。无安尼啦，我莫入去啊，我先倒来厝里准备煲汤给阿妈啉。等阿妈出院，我就会当看到伊啊嘛。唔免啦，莫遐假好说，害人送病院，搁要替人调养身体。啊，唔着请几天药啊！江豪，你莫艰苦，敢若雪娇会怪你，厝里无人会怪你。
阿母，你清醒啊？妈，你这下刚刚怎？妈，你退好啦。妈，啊，你今麦身体就虚的，你莫乱叮当啦，吼。哎呀，都来艰苦。哎，嘉明啊。嘿。摇起来啊。好。嘿啊。哎，那我来。哎。哎，水水水了。嗯，哎，有啦。哦，安尼好吧。都骨头酸。无安怎啦？哎呦，我大家拢徛在遮，哎，恁的面相敢那比我较歹看，看有遮严重，是咧等我来买句话哦。哎呦，阿母，你都唔知影，你差一点啊，都要动手术啊呢！正好把你的药啊用胖健啊，好个再是小金哦，打电话叫救护车，啊若无效果，哎呦，我都唔敢想呢。小金，你是我的救命人情人，好亲呢，好你家在哦，对呀。对啦，阿妈，你别安尼讲啦，迄是因为证明有提示过我。你有气喘的病史，我应该已经甲注意察觉。妈，你这刚刚怎？阁有倒位无爽快无？我叫医生哦，过来检查一下。没，迄医生无我的，较爱看医生那边。哎呦，我无安怎，感觉无啥亏的安尼吼，人嘻嘻尔。哎呦，食老就是安尼嘛，总嘛是爱摆一项。你烦恼啥话安尼？阿母，迄个江江就是袂外口啦，好加在小金爹才袂出大代志。阿姨，你莫怪江豪啊，伊嘛有帮忙替阿妈到处理代志啊，所以哦，伊嘛算是有到三工啊。哟，阿江豪咧，阮姐姐无来呀？哦，妈，阿母，我叫伊先转去啊啦。大爷到你家要创啥？什么代志也袂晓，干那找麻烦尔。我惊讲吼，伊甲你撸啦，会撸到你无法度好好休困。伊那是甲撸，伊是甲我塞奶。啊，你著知影嘛？老人囡仔性啊，拢嘛爱人塞奶。撒娇啊，卖骨甲骂啊啦！我知影你是唔甘阿母破病大因对无？你唔只会怪伊。哎，怪我，我爱耍。哎呦，食老无认老。啊，啊，着边记知影讲有一个大溃疮的病要对嘞，人个药啊嘛有扎。啊，伫遐吼，你无好势，伊着讲要先去摕药啊来穿便等我。我叫伊莫去。哎呦，光景偌水，空气偌好，啊是敢若有去冷着的款啦。我家己嘛毋知影会举起来。那牙起来，我敢那惊嘛惊死！我叫伊莫去提药啊，你知无？啊，你安尼怪伊，我煞家己感觉讲我敢那害人家嘞，拢我害就歹势。是讲吼，你慢慢安尼，一支腿啊牙便便，正啊想要讲鸟气，咱倒无鸟气啦。就算若有吼，嘛真气，迄真气袂用讲的，你知无？阿妈。啊！听你讲你这些话吼，我都放心啊啦。医生交代啦，你个大只暗，明仔载若无代志吼，咱定个出院啊。大只暗就好啊。嗯。是啦是啦，妈，你免烦恼嘛吼，我拢无怪江豪意思吼，你只好好休养好吧。煮啥物乌骨汤要创啊？我要煮阿妈啉的，这是淮山川贝鳄鱼汤，对下骨真好。医生拢已经开药给阿妈吃，你莫搁乌白煮一寡有诶无诶，好不好？你讲医生，你若这么敖哦，都袂害恁阿妈大病院啦，甲倒掉啦。若要煮哦，嘛轮袂着你煮，厝内底还搁有刘妈伫诶，伊知影要安怎做，莫了唔把搁加白。
阿妈的气氛发作的代志，我拢知影啦。若是讲这代志，你也要煞我讲好，你咱就甘着。你莫甲人听江浩讲，你就是拜托的。你耳孔歹，怎样听我？无咧，人江浩啥拢无甲我讲的。我是甲伊打电话问嘉明的。啊，你即摆意思是讲哦，嘉明讲有我莫想着。你甲恁某讲好就好啊啦，莫互伊规工啊，要一寡话无的。一个好好的人，甲伊顾甲送病院，你也毋免着去替伊解释啦。 你个公司的代志处理好势就好啊。对啦，阿姨，你放心啦。啊，从即马开始吼，阮两个某，阮会做伙照顾阿妈。哼，讲到遮尔轻松啊，靠一支喙就好啊。你常常拢爱出差，倒位来的时间来照顾阿妈。我会当带阿妈，还佫有江浩，阮做伙出差啊。阿妈即马一个鬼个，嘛应该爱享福，爱去哦环游世界。 我甲江浩陪安尼游山玩水安尼真好。恁这囡仔真正是毋知影轻重呢。阿嬷的身体甲恁少的人身体敢有共款？佮叫伊坐飞机长途旅行，你是要甲害死才甘愿哦？我真正会互恁气死呢。啊，毋着好佳哉嘉宾是做医生，有法度照顾阿嬷。啊，若我早晚有一天哦，阿嬷着迄个暮死啊。 你够够甜啊！好啦，咱搁一个面啦，代志拢了解啊啦，莫艰苦啦，啊无，咱来看嘛，啊，来。阿妈，你看，莫甲吵，汤下伫咧桌顶，已经先来当啉啊。 嗯，像，挂了。梁帅，我需要你，来，进来。哎呦，来，呦呦呦，小心，唔敢，唔敢，唔敢，哎呦呦呦，我使耐心。嗯，我需要你这个青春的肉体，给我勇气，给我力，我能有你就好。 莫怪哦，莫怪，西游记内底，大家拢要食唐僧肉。你看嘞，亲像我呢，吸着你尔，其实唔免食，我就感觉讲活力十足，吃了还得了，生龙活虎啊！啊，我唔是小鲜肉，好不好？我是老腊肉。江浩，今天我来，来，来一只，哇！来，哎呀。 干嘛？你干嘛？送饮料？来，干杯！来，谢谢。来，哎呀，快点！哎呀，嗯，好香啊！这里甜没有？哎呦，你怎么哭了？ 我无真正要食恁翁啦，你莫白将要互我看啦，你在哭什么？有没有玩闹事啊？你搁在跟我开玩笑？我唔敢，我唔敢，我唔敢，我笑笑的，啊，心肝宝贝。妹妹伫咧病院，精神目睭铁金吼，无看到你。 我就知影，我就知影讲，你一定是为着我的代志，你有去哄伊，尤其是摔跤，伊有甲你刁难着吼。无啦，是我家己要倒来煮煲汤给你，不是阿姨要让我入去的。而且大家拢伫咧病房啊，我今日甲大家讲，我会伤痛，所以我才无入去啊。 我听你安尼讲，你咪足欢喜的。我知影你咧关心我，你有咧爱我。我更欢喜的，就是讲你有够巧，有够好吞忍。伊向摔跤吼，就拢找机会咧修理你啊。伊毋是干那要修理你尔，伊是规家伙，伊大家拢要修理。真好。
你无嫁入来阮家的时阵吼，是天真无邪，逐天笑嘻嘻。我无希望你当阿嫁入来阮家吼，都目屎准崩吞。你也是甲以前同款，迄、那个快乐的查某囡仔。啊，若是摔跤，你就较体谅。坦白讲啊，一家伙内面吼，表面上看。伊都徛上悬的、上威风的嘛，讲话上大声的，但是其实是上可怜的，因为伊心肝内真不安，伊规工烦恼，这去往抢去，那去往占去，一工干，甲人争、甲人冤、甲人吵，表面上大家是顺的，但事实上，大家拢真讨厌，人做到安尼吼，都足失败的啊。他就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面的狮子，那个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。你了解？那是妹妹较有智慧，我知影。我发挥小草的精神，不管怎样拢爱欣欣向荣，就是安尼。安尼就对我啦。老阿妈哦，来咱哦，你家安尼哦，几啊十年。外国早就变成驯兽师啊！手拢免提物件啦，反正六只狗，是，爱得水，酷啦，偌厉害，就是啊，大家嘛在练功夫。好啦，买狗公提起来，哇，汤来啉起啊！啊，来，摊小点点。你的爱心啊，专门为我准备的。亮帅，江豪的妈妈，恁丈婆啊，倒来台湾了呢。啊，你都找一个啊日子，半工送礼，啊，带江豪同齐去人拜访者。你是千万唔通对人失礼，安尼不好嘞。我知啊，你放心啦。好，赶紧领去。好喝的，我要哭了。今天好幸福哦。有人在嘞无？哈。甲你请教一下，我这家务吼就扫去，是你无去的哈？阿伯，我是掠你的家务是要从嘛？啊，你讲话较大声嘞，我老大人吼耳孔较重吼，你讲话较大声嘞，我有听无哈？我偷掠你的家是要从啥？当然是要甲我掠去煮食啊，当作我唔知哈。即马天寒，你是要进步着啊？阿伯，我无偷了你的鸡，我嘛无甲煮来吃，你找唔着人。啊，我伫你讲啥，我听无较大声哈。你找唔着人啊啦！你卖鸡，你甲看，这吼是阮头一只鸡鸡阿妈，拄只直接找到的啦。我阿你讲哈，你今日若无甲伊只鸡还我吼。我就随卡电话去丢，我跟你讲，我甲你丢才熟个，你莫乌白啦。哎，你好啊，妹啦，你也真了路啦。晓得，唔通安尼哈。我可劝你一句，火烧是花吼，你都唔知啊，这是因翁啦。自从因某吼走去迄天，伊都逐天嚎。逐工提哦，你都较好心的啦，啊无安尼啦，互因翁哦，入去家己找因某啦吼，试看卖啦吼，啊算讲吼，做善事，哈做善事哈，啊，阿伯，今仔日我试看卖，阿伯，你袂当入去啦，试看卖，哎，少年的你哦，啊你较好心的吼，算做一个善事嘛，去互因找因某啦吼，啊去找恁某哈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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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这个你也起来啦！啊，你也，你好寂寞，这个妈妈呀，你嘛哈，啊，给你坐哈，给你坐坐坐，你嘛。处理好啊！你有听懂无啊？是，我老来赶紧到厂啊。哦，你放心啦，我到大基哦，专门咧做资源回收啊，处理这种垃圾 ，OK 啦，这种专门科，你紧去啦。我先等一下下一个。哦，子贤，咱紧来走。子贤，啊，你有黄山关遐一工啊？啊，你人够要紧。啊，无，我先开车哦，载你去病院检查一下，好不好？不用啦，不要紧啦，我无代志。你紧送我去记者会，我要在门口面头前，卡破黄文昌的隔壁过。好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不可能听你的。这嘛是要哪？因两人够危险哈！不要紧啦，咱哦先赶紧回调，找黄章，时间再逼黄章给人交出来，这叫警察心情哦。生活，因为阮爸一时糊涂，受到外人煽动，把我外甥仔，就是伊家己外孙藏起来，到今嘛还阁无消无息。虽然遐个恐龙法官，甲监护权判阮爸爸，啊，不过伊并无禁止我去看伊，
阮爸无爱互我看，我即个做阿舅的真正就烦恼囡仔的安全。所以我伫遮拜托各位媒体的朋友，甲我斗相共，甲我斗找佑佑，上无爱互我知影，囡仔即摆是毋是有平安啊，过得好无？我伫遮拜托大家，我嘛替我死去的小妹，拜托大家替我斗找佑佑，拜托你。哦，你是脑受啊未啦？各位，请你大家看清楚，讲话迄个人叫赵信达，就是伊，害阮爸仔歹面相看，惊发伊小狗，我的家庭互伊母家己破碎，这个人真正够恶毒，恁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伊的真面目。你白插落去讲几档？你唔惊出事，家当银。科长，我需要甲这种人浪费嘴软。李小姐，这件代志交我处理就好。各位媒体记者朋友，黄立伟本来无想要甲伊的家内事提出来讲。人咧讲家丑不可外扬，不过今日的后生黄文昌先生召开这个记者会，哎，我就必须来替李伟把这件代志用在座的各位做一个说明。进前的法院法官已经对黄李伟的外孙幼幼的监护权做出正确的判决。黄李伟为了不爱让伊的外孙受到黄文昌的教料，所以特别警戒适合伊住的所在。我相信在座各位。有的差不多要做人的爸爸妈妈，也有人已经做人的父母啊。我希望各位会当将心比心，体会一下阿公疼孙的心情，尤其是囡仔是无辜的。所以我踮咧遮恳求大家，莫把这个新闻报出去。你讲白贼啦，我嘛是关心幼幼，恁无爱好见，就是有问题。我相信各位记者媒体拢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大家拢是有智慧。来想看麦，黄文昌伊今日是安怎要召开记者会？伊的目的是啥？动机真简单，伊干那要利用恁媒体的力量，逼黄立伟交出一半财产。操，这尔不好的人，大家千万唔通叫利用伊。操心的，你是黑白讲啥？我根本就无咧孝顺阮爸的财产，你卖伫只甘会无听哦。阿你真好，既然你讲无，我只好请问限定继承财产书，你来签名，大家就当证明你今日所做一切绝对不是为着要争夺领导的财产。无对，你若真正关心幼幼，无咧孝顺我的财产，你就签名。现在伊真正的目的，伊就是要抢阮爸的财产，竟然煽动阮爸叫我放弃财产。你这招真正够凶的呢！真正卑鄙的人是你，要抢财产的人是你，你敢会晓侮辱别人呢？你过来要创啊？卑鄙的人唔只是你，阮爸就是受到你的煽动才无爱理我这个后生。各位，无人煽动我。我黄飞鸿，无黄文昌这个后生。黄文昌，你刚刚把狗关起来，限制我的行动，这是违法，你敢知影？你起码是在黑白讲啥？我当时有做过这个代志啊。各位记者朋友，别听这个人在那黑白讲。这查某伊精神有问题，伊有被害妄想症，根本就无啥物阿豹这个人啊！你讲无阿豹这个人哦，所以是鬼子。各位媒体记者朋友，这就是阿豹，伊就是专门替黄文昌咧处理一挂未见情的代志，所以你即摆有任何问题，用去问伊。告诉你，就当知影，黄文昌这个人，伊到底有偌垃圾，有偌笨手。
咧清清菜菜找一个人，就要甲人栽赃。哎，我根本就唔爱伊咧。老妈呢？你敢真是唔爱伊？把酒杯互因看卖咧啊！对啊，即摆互你一个机会讲老实话，莫讲无证据咧胡白讲话。我讲伊就是唔爱伊。恁敢有证据通证明我有爱伊？非常之好，我等你即句话等足久啊。你的身边的狗阿宝所讲的话，一切我拢容易录起来啊！今嘛你还阁有啥物话通讲？恁是想要走去倒？我甲恁讲，这四周围不容易安排我的人，恁走袂去。你上好是给杨子欣来换一两。黄文昌先生，他们今嘛是安怎？你讲你唔白，他们恁两个到底是啥物关系？恁大家莫听伊胡白讲啦，这代志哦，绝对唔是参照恁听到安尼。拢已经有录音啊，你阁想要怎干？迄录音哦，一定是因经过剪接要来污辱我的。我要求做声纹比对，我即马就敲电话报警。在报警啊，我已经来啊。洪昌先生，阮接获杨子欣小姐报案，伊讲你涉嫌妨碍自由。据刑法302条，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，我已经有确切证据啊，请你跟阮回去警察局。真邪哦！去回头的时阵哦，雄雄迄个骨来底请人讲炸掉的。迄当初的总管，咱讲是哇紧张咯，哇紧张，哇刺激咯，哇刺激刺激，搞我心脏差一点要掉下去。是啊是啊，好佳哉，我小姑丈哦，马上传人来解围。啊，若无我许多，真正走袂去。起码一定哦，共伊俩走。真感谢杨小姐，还够感动的。这摆若不是恁斗三工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保护悠悠。王立伟，你卖肯定醒过来。我会当利用这个机会替你好好教示你的后生，让伊唔敢阁做歹代志，这才是上要紧的。是啦，两位，阿文昌现在变到安尼啊，若是啥物代志，真正完全顺着伊，安尼是无道理啊。总算让文昌哦受到教训了。子欣，我想这几天你一定吃不少苦。无啦。伊的目标是钱，所以妈唔敢对我安怎。是讲子欣姐，你真正是受勇敢的，啊，亲像方昌哦，这种心肝这么狠毒，啊，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啊？你竟然敢介胆，足危险的。是啦，子欣，以后唔通再做这危险的代志啊，无大败才好运。万一你也是较差，阮是要向恁爸交代。我知我知，我以后唔敢，因为哦，这太过恐怖啊，太恐怖。子欣，阿恁爸即马人伫咧国外啊，我咧想文昌啊，应该袂真哩帮你做，无过去安尼啊，你暂时先搬来我遮住，阿咱双方面会互相看过。小姑丈，我感觉安尼无啥好呢，若是我亲眼知影我被带伫咧遮，一定就无欢喜的，安尼毋是颠倒，增加你的麻烦。你的顾虑嘛是对啦。安尼到时阵，你甲倩倩两个拢会感觉袂自在。无安尼啦，我派人伫你身躯边保护你，安尼我才有法度放心。好啦，多谢小姑丈。哎，你卡面刷来啊！好食好食，小紧的紧紧探小探小。哇，这吼是阮专工为子欣小姐准备的啦，是讲吼要让伊安尼带一下囝，啊，气一下会稳的。系啊系啊系啊，霉运散去，好运降临，安尼好不好？多谢多谢多谢你哦，多谢。哇，真好耶！哎，蔡永俊，啥卡办的啦？虽然讲我的伤已经好了差不多，嘛袂使遐紧啊。
你嘛真奇怪，伫厝内好好休困就好，硬要来上班，伊一定无差你这助理。无彩啦，我平常是拢学了你巧啦。我就是刁工哦，要让姨丈知影讲哦，我的脚拢已经受伤啊，佮坚持要来姨会上班。伊若是看到我咧坐轮椅来上班，一定会足感动诶。安尼我伫伊心内分量哦，毋才会愈来愈大。哟，考虑紧，这招袂歹。看医生，继续较紧。青春，时时拢。